Hello， 下午茶时刻。进你们。先吃一个芋泥的雪媚娘。我能说这个不好吃吗？冻得邦邦硬。就是芒果的。这个不错。我以为它这个是里面有一点芋泥，然后加的奶油，但它完全纯纯的都是芋泥，就很硬，不好吃。梦龙卷。嗯，吃的这嘴。